过火吧。好，我们先用超级防抖阵来让小猫咪拍。六三二，我是玲玲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玩极限体能王了。这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个极限体能王，2019已经有两个，一样，那个关卡都是我做的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 ，Go。姐姐，我要跟别人走前面。看，这里还有王位，很好啦，舒服。姐姐，我就要走的比你前面。好，再来回程的路。好，小心哦。哟，姐姐，你会不会走太快？你走慢点。好吧。不行，就这样，平常就这种。OK OK， 好好好，预备备。不然我跟不上。应该要让心我那种。有点太慢了，可是不能再加快。你不想坐王位哦？我不想坐的啦。OK。坐什么王位啊？好，刚才那一段是用超级防守阵，我们现在呢要来用一般防守阵走那个极限体能王。然后呢，录影者一样是我们可爱的小猫咪，来出个声说 hello。好可爱，好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让我们开始吧 ，Go！ 姐姐，我要走快一点，你这太快了，姐姐，录影者要休息一下，又怎样？我要休息又怎样？姐姐，你要先，那我到那个你的小熊椅子那边了。好，接下来是回程。哦，你太快了。你有点太快了，我变小人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变小人，小人拜拜。哦，小人厉害哦，变大人了。好，再走一次回来，再走一次回来哦 ，Go！ 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让我变大人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姐姐，姐姐想赢我。哇，我没有在玩呢。没有过。哦，变大人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一般防守阵拍完了，接下来要拍选手的视角。六三二幺，我是玲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又要来《极限体能王二》2020年第二集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今天跟上一集是一起拍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关卡也是我一样自己制作，可是变了很多很多，超多，体验的超棒的。OK， 还有露露哦。好，预备。开始。为什么露露在这？不要这样。听不懂。那我到溜滑梯那边哦。我到溜滑梯那边哦。好。我要帮忙录。开始。你不要越来越后面了。好，不要勉强。我要走这里，小姐。后退。哇哦 ！GoPro 八有超级防守。这会不会走太快？
没办法，我脚不正。姐姐，姐姐，我的脚就是那么长嘛。你看，姐姐，要我先到露露那里开动，等你开动。妹妹，露露太长了。哎，好，你说你到露露。你的小露露在这。姐姐，你不要进，你不要追我。没有，我这是真的。你慢慢走啦。嗯，妈。再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弄选手视角。Go！ 你超抖了。没关系，我尽量。拍到你。我也会拍到。你 GoPro 根本没好好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。我可以跟在他后面。我后面有两个在跟着我，好恐怖！变态跟踪狂来了，三级变态是什么用的？我是三级。哈哈，切入头。啊！我过不去。喂，你要先到那里呀、啊。因为到那个地板才算过关。妹妹，妹妹的路。下生气，能多生气？一百生气。现在呢 ，GoPro 7是用超广角 ，GoPro 8是用超级防守阵。那我们走另外一段路开始。喵喵！哇！喜欢片切订阅我。啊，看谁看到你？看完上那个，我出新影片了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喜欢片切订阅我。感谢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就会出影片哦。啊，再见，拜拜。